新的舞蹈中最喜欢哪一个动作？姐姐呀，恋爱吧。打算什么时候带我们去蹦极？成年吧。变声期你觉得最不舒服的是什么？就是唱歌很吃力。离开仔仔那么久，你有没有想对他说的话？少吃一点，别长胖了。抽盲盒和帆布鞋之间会选择哪一个？抽盲盒嘛，毕竟我还没有集齐我们五个人的星座。怎么样才能把剪刀手做得帅气？就这样就很帅了。或者挡眼睛，哦对，挡眼睛。如果去荒野，你会带哪三样东西？音响吧，音响，手机。钱还是要带的吧？对。如果现在你的偶像站在你面前，你会说：哇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我真的超喜欢你，请多多指教。见到我偶像，也说不出话来，激动。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卖萌最帅吗？不卖萌最帅。在路上突然被很多人看到自己摔倒会怎么办？跳一段蹦咔咔。开玩笑的，就是立即站起来，然后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